着熟悉的声音，想把岁月倒转回去的时间记住。四年前胆怯的我在黑板面前哭泣，想从陌生的孤寂地在夜里抽身逃离。再次飘入敏感耳朵中美妙的旋律，想把自己喜爱的音乐做完一枚礼器。恰恰这时你用回忆弹奏那架老钢琴，从此它将又一定义为我们的主题曲。本以为的信任能指尖最遥远的距离，却轻易被我们用理解融化了无形。穿过你那伤心彻底进入湖面的蓝眼睛，是一颗足以证明一切，证明一切美丽存在的心。想把自己喜爱的音乐做完一枚礼器，恰巧这时你用回忆弹奏那架老钢琴，从此它将又一定义为我们的主题曲。本以为的是人们之间最遥远的距离，却轻易被我们用理解融化了无形。穿过你那伤心彻底进入湖面的蓝眼睛，是一颗足以证明一切，证明一切美丽存在的心。为的是人们之间最遥远的距离，却轻易被我们用理解融化了无形。穿过你那伤心彻底进入湖面的蓝眼睛，是一颗足以证明一切，证明一切美丽存在的心。受苦，我不怕受苦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。以前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，我不想再重复这个错误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把幸福留在最美的时刻。在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。又在胡思乱想了吧？你不是答应我要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一看到钟，我觉得我的生命随时都会消失一样。这样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吧？你这样是不是说明以后不管你走到任何地方，只要一看到钟呢，就会替我收藏起来。行，我会先蒙上你的眼睛。不过如果你自己不努力的话，哪怕我把全世界的钟都藏起来也是没有用的，明白吗？凡事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思考。你看你一点都不像个有病的人，说不定你的病会自动痊愈，那么你就会长命百岁。专家说，疾病会远离那些开心的人。可
可我是亲耳听了医生他们说我得了血癌的，我是不会好的，除非会有奇迹出现。你现在看到我很健康，其实那只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而已，说不定在下一刻我就消失了。李敏，你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，很多血癌患者后来都康复了，你只不过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。我需要的不仅是时间，还有金钱，更重要的是又有合适的骨髓出现。但是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上帝已经把世界上最好的你给了我，所以我不再奢望任何奇迹出现。李敏，不要伤心，一朵花能够绽放多久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有绽放的那一天，能让人们闻到花香，这也算没有遗憾了。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，我也不会把你当成病人的，我会永远永远陪在你的身边，当你的护花使者。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已经绝种了，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早一点认识你呢？这也不算迟啊，咱们现在想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，没有人能够阻挡。你说你想干什么，咱们现在就去。与其把那些悲伤的时间用上，不如让自己快乐一些。我们真的可以吗？这个翡翠配套挺好的，它包含了一个豪华的祭品，还有三层洋房。哎，他还送一个佣人呢。不过我还是更加喜欢这一套。这个豪华配置包含了豪华房车、全新科技别墅、宇宙通手提电脑、手提电话。哎，更重要的地方在这儿，它可以赠送一架私人的747飞机。飞机？嗯。要飞机干嘛？这你都不明白啊？我一个人总会有孤单寂寞的时候吧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希望可以到宇宙的任何一个星球去旅行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的私人飞机就会马上降落在我的面前，我的佣人拉着我的手，缓缓地步入机舱，这架飞机将带着我在宇宙间自由地航行，于是我的心情也变得爽朗起来。啊，真好！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家店真的是很不错，难怪有这么多年的历史，看来还真的是有它独到之处。不过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再找其他店看一看，货比三家嘛，说不定其他家的店比他们这家价格又便宜，配置又合理，那也说不定啊。哎，真好，我的身后事马上就要办成了，我好开心呐。你怎么了，小涛？你不开心啊？陪自己女朋友料理身后事，能开心？你别这样啊，你还说我，你现在还不是一样胡思乱想？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刚刚那么说你一定会很难过的，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与其花时间在伤心跟痛苦之上，还不如利用这些时间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，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利用这一点点时间陪着你一起去料理我的身后事，这样即使我走了我也会很开心，这样你也就放心了，不是吗？别这样啊，我记得某些人刚才在店里还说过，一朵花不在乎它能够开多久，重要的是它灿烂过、辉煌过，而且还让我们闻到了它的花香，已经没有遗憾了。你既然能将我的话倒背如流，那当然喽，平时都是你在安慰我嘛，今天我也要充当一回你的角色，这样才公平嘛。你看我都这么开心了，不如你也笑一个。哎呀，太牵强了，来再笑一个吧。这就对了嘛，这个迷人的笑容才是应该属于小汤的，我要带着这个笑容走到我将要去的任何一个地方。再笑一个。好了，今天就不要谈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
明天我带你去一个既开心又美丽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干什么呢？我想过去跟他们玩。哎，等我啊！哎，小朋友们，来，姐姐站。来，来，我跟你们一起玩好不好？好。那我来追你们跑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开始，抓了啊！再等，再等，鱼子。哎，宝宝，来，抓了你了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不要被我抓到啊！我抓，我抓，开始，没有人了，都带逃兵了啊！一二三，开始！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去那边休息会儿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休息会儿就好了。那我陪你坐一会儿。小汤，我看你今天拍了好多照片。怎么，你平时就很喜欢摄影吗？我想在美丽的地方留下你最美丽的身影，当我老了以后，我可以向年轻的孩子们炫耀，我曾经和这么一个漂亮女孩谈过恋爱。谢谢你啊，小唐。我不知道还能为你做些什么，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多做一点。你别这么想啊，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真的。我突然间特别想去买一种腊肠。腊肠？呀，抓好漂亮，就这儿吧。好，下一个啊，不要动。来，青菜也多吃一点啊。哎，有人啊。我去开门。好。哎，晶晶，妈妈，小宝贝儿，妈妈可想死你了。嗯嘛，林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太想晶晶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哎，这位是？你自我介绍吧。这位是晶晶的母亲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姓汤，叫我小汤就可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进来坐吧。你把东西给晶晶妈妈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。哎呀，这么沉。关门，关门。哎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啦啦噔，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！哎呀，小宝贝儿，妈妈也很想你呀。那晶晶，妈妈问你，今天有没有捣蛋？没有啊，晶晶听妈妈的话，不捣蛋。是吗？丽敏。嗯。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你有孩子了？哎，汤先生，其实我们来这里已经好几年了，因为我们是外省人，几年前跟丈夫来这里打工。三年前丈夫意外死亡，哎，多亏了林小姐的帮助才有今天的着落啊。而且现在晶晶呢就把林小姐当作第二个母亲，所以她平时呢都管我叫娘，管林小姐叫妈。再说了，我们的小晶晶啊平时就很讨人喜欢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爱整我。哎，对了，大姐，我带了一些维他命还有罐头，其中呀就有晶晶爱吃的腊肠。这么多东西已经够我们吃一段时间了，真不好意思啊。都是自家人嘛，别客气了。来，晶晶下来。哎，小心点啊。来。大姐，这2000块钱你就留着，就当是你跟晶晶的生活费吧。不行不行，你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了，这钱又怎么能要呢？大姐，这钱你就留着吧，再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就要离开这里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这些钱就当做是你和晶晶以备不时之需用的吧。那好吧，谢谢了。妈妈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走了以后会不会回来？晶晶，妈妈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回来，所以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听阿娘的话，一定要乖乖的
好好学习，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但是我真的很舍不得妈妈。妈妈也舍不得你呀，可是妈妈也没有办法。李小姐，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顿饭吧，你看你买了那么多罐头，今天可以加菜呢。好啊，那这样我们一起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好不好？好啊，妈妈今天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，阿娘我帮你。行，好，咱们走啊。原来你拼命赚钱帮助晶晶一家也是其中一部分呀。哎，你可真棒。不过你还有多少事情在瞒着我呀？哎，那就要你以后自己去慢慢探索了，搞不好到了最后呢，我还会送你一个更大的意外惊喜呢，那也说不定呢。惊喜还差不多，意外就算了。吃饭啦。啊，这个给你，快吃饭，给叔叔加一点啊。好乖。真听话。哎呀，谢谢。黎明，黎明，哎，你真的在呀？是你们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好像不太想让我们进去啊。进来吧。你没事吧？李敏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出去有事情要办。怎么几天不见你突然要出去了？我就出去几天而已。你要去哪儿？你总该交代清楚吧。我请假请几天出去办自己的事情。你到底办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们就不要再问了。哎，李敏，你是不是要和你那什么大汤小汤去私奔呢？根本就没有人反对我们，干嘛要私奔啊？那你说出个理由来，理由充分我们就让你走。我家里面有事情，我要回家。一听就知道你在撒谎。我跟小汤去度蜜月，这下行了吧？没有结婚就去度蜜月，我才不相信你有那么开放。那我一个人去环游世界，我要乘下午3点的班机去欧洲，你们不要拦着我。你还撒谎？你们就不要再管我了，行不行啊？黎明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一看就知道了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我就把真相都告诉你们。我希望我说出来之后再也不要纠缠我了。你到底得这种病多久了？2个星期以前我就发现了，是我的骨髓出了问题，我得了血癌，就是白血病。我不想死在你们面前，我也不要死在你们面前，离开这儿，我才要离开你们啊！我怎么流鼻血了？啊，是我白血病发作了，这些真的是没治了。只是流鼻血，原来你得了癌症，难怪你一直送东西给我们，原来你快要死了。你送我的维他命我都不要了，我要你健康的活下去。你真的太可恨了，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说出来，要一个人默默的承受，你真的太可恨了。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命会这么短？这世道太不公平了。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，我们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救你。对，我们一定要请最好的医生来给你看病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
再耽误你们的时间，再浪费你们的时间了。我不要再拖累你们，你们就让我安静的走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认识个中医，他对治疗癌症非常有经验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不要了，真的是不要了，我就快要死了。不可以，他的针灸是一流的，我一定要带你去见他。啊，针灸？我不要，我不要痛，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痛了，我不要那么多针扎到我脑袋里面去，我不要。不要！我针还没扎进去，你叫什么？疼了，李敏，放心，中医针灸一点都不疼，只是有那么一点点麻。你骗人呢，你又没扎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李敏啊，你要相信我们，针灸一点都不疼。我感觉我不要做针灸了，我死我都不愿意做。李敏，给别人个机会，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啊！对啊对啊对啊，我不要，你们不要逼我了，走，我走吧，不要逼我了。下去，即使是犯法的事，我们还是会做。要来了，要来了！来，李敏，赶紧把这个药吃着喝了它。你这个药可以治百病的，而且喝过7天49天就好起来的。我把我喝了49天都活不了。反正死马当活马医，喝了吧。很臭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什么？这个我不大清楚。不过，我这里头有很多小动物。小动物？什么小动物？哎呀，反正有什么蜈蚣啊、蟑螂啊、臭虫啊、蚂蚁啊、大蟒蛇、皮青蛇的。哎呀，反正有18种小动物就是了。我不要喝。我们就知道你是不会喝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和你同舟共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们干杯！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你们这样子会让我贪心的想继续活下去的，知不知道啊？我们就是要叫你活下去，笨蛋！如果你死了，我们四个永远都没有快乐，乐队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意义。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们喝。什么药真的很难喝，不知道是哪家传出来的狗皮秘方，好苦啊！我来帮你听，我自己听吧。给我，给我。喂。啊，报告出来了。哎，好，好。是医院打来的，让你明天去拿报告。明天我们陪你一起去。我也陪你一起去。我也陪你一起去。李敏，不到最后关头，绝不能轻易放弃。刘婷在网上看到很多案例，喜癌是很有机会医好的。如果你真的需要骨髓的话，我一定想办法帮你。我们还打算举办一个捐款活动，为你筹到足够的手术费做手术。你一定会度过难关的，我们都在身边支持你。快点，快点，你快不行了。我也不行了，我。林敏，看着我，你要勇敢些，我们将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知道吗？进去吧。等一下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一定要镇定，绝不能给林敏压力。
辛苦你了。一点都不辛苦。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很短，但这将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。我衷心的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下去。黎明，黎明，冷静点。既然已成事实，我们就要勇敢去面对。黎明，洪金帆一定会陪你到最后一天。黎明，你不要难过了，我一定要带你去看医生。不止我，还有我爸妈，还有刘婷、李飞，他们都会支持你的，不要怕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医生说，医生说，医生说什么？医生说我就是得了贫血，没有得血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对呀，他真的没得血癌。上次有个病人也叫李敏，已经因为血癌去世了。我想可能因为这样引起他的误会，对不起。爸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我们明天再来看你。好，回去吧。爷爷。哎，李敏。爷爷，你还好吗？好啊，好得很呢。你看，现在儿子女儿天天在陪着我嘛。那就好，爷爷，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谢谢您的。哦，谢我什么呢？这段日子您已经教会了我很多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珍惜的东西。那就好，我希望你继续珍惜自己的人生，开开心心的过好以后的日子。嗯，我一定会的。哎，李明啊，你的身体不错了吧？嗯，哎，没事了。哎，那您呢，爷爷？哎，这一次我的手术啊做得非常成功，下个礼拜我就要出院喽。真的啊，爷爷，恭喜您啊！那以后我就可以到您家去看望您了。好啊，我欢迎啊。爷爷，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来，爷爷。这两个扬声器已经卖掉了，我们是负责来搬货的。谁卖掉我们的扬声器啊？是李敏。李敏？是啊。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好心肠。原来李敏又恢复正常了。是啊，他对钱的敏感度又恢复了。啊，那上回他送我们的礼物会不会……啊啊。又是账务单，不是说帮我们借过一笔供销吗？怎么还利上加利啊？你欠我的钱若再不还，脸上将会有痘痘出现。是李敏送的。哇，这两本是限量版的 CD， 他竟然还会送东西给我。这两片 CD 是我专程从国外订的，每片20美金，两片就是40美金，再加上上次赔给你的 CD。共是60美金，折合人民币480元，请你快还债，不然以后你再也找不到，也不会再有这种 CD。 林敏，敲诈！不要动手动脚的了，那个让学生看到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他们都在上课呢，谁能出来呢？那个，我们两个加起来都100岁了，那个让学生看到，这不好的。那有什么呀，人家说越老越好，何况我们又不老。好好好。哎呀，
忘了。来，喝水。哎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馒头。哎呦，还挺好吃的。来来，咱俩一人一块。哎，好的。这次我们重新相聚啊，还真的要感谢林敏啊。嗯，是啊，到时候啊，我们一定好好谢谢他。嗯，对，我们结婚啊，你请林敏做伴娘也很不错啊。啊，谁说要嫁给你了？你根本就没有选择。凉馒头吃的这么多。请问你们是张翰先生和玛丽小姐吗？我是张翰，请问有什么事？小朋友，有一位女生要我将这一封信交给你。哎，哪一位女生？你们看一看就会明白了。对了，她还要我收你们的5块钱，是作为送信的服务费。哦，好好好，来拿着。哎，拿着啊。谢谢。来，哎，你快看一下怎么回事呢？亲爱的张翰和玛丽小姐，得知你们已经重新在一起，我非常高兴，在这里为你们献上我的祝福，祝你们可以白头偕老。你们30年以后可以再续良缘，或多或少都是我牵的红线。在这里仅向你们收取一些媒人费，共880元，请尽快付款，支票或现金都没问题，谢谢。哎，这是谁呀？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看人家多幸福，这回扫人家兴。哎呀，干嘛嘛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嘛。做好了吗？好了。走了。我们会比他们更幸福。我觉得今天同学们好像都特别兴奋。你还不知道呢。知道什么？刘教授早产了，现在有一个新的教授来代课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？因为你每天都在发梦。我是来带刘教授课的，我叫王震。王教授好，大家请坐。大家集中精神，听一听这首交响乐。王教授，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您今年多大年纪了？王教授，请问您会代课到什么时候啊？王教授，请问你以前在哪里教书啊？老师怎么都不理我们？他怎么不说话呀？是啊，在哪里教书他也不介绍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记关手机了。嘿，听完刚才这首交响曲，大家印象还深刻吧？现在我们进行测验。好，请大家写出对这首曲子的赏析心得。王教授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们还没听清楚那首曲子呢。这次测验加入期末总分，不想考的同学可以自由离去，考试时间20分钟。王教授，我们可不可以再听一遍呀？你说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王教授，我叫梁诗诗，我想请问您，我们可不可以再听一遍呀？不行，我刚才不是知会过你们吗？要仔细聆听。可是你刚才没说要考试啊。对呀、啊、我还以为过来是搞搞气氛的。你们是听不懂我的话吗？以后你们再上我的课，请你们随时做好思想准备，尤其是不好好听课的同学更加注意，我随时会测验你们。考试时间还有16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把笔放下吧，考卷交上来。
下次上课如果再响，我会请你出去。哦。你神经病啊！这么晚你搞什么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么晚你看什么书啊？我只是想复习一下。明天又不考试，你急什么？我想做好准备，我怕王教授忽然又要考试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什么都比别人慢，所以我就想比别人先早点做好准备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一个新来的王教授就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啊！我觉得他好像不太喜欢我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，不就是没关手机而已吗？唉，我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了。那个王教授呢，他只是钻枪作势吓唬人而已。据我的分析，越是没本事的人越会装凶吓人，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我可不怕。可是，还可是什么？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不敢伤害你。谢谢你，你真是我的好姐妹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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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睡吧，别担心那么多。何为现代音乐？谁可以回答？十八音调。幸好昨天晚上读了。梁诗诗。啊，我。对，还有谁和你同名同姓？现代音乐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科学和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着，并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音乐流派和表现形式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表现主义和12音音乐、具体音乐、电子音乐、机遇音乐等等，统称为现代音乐。全答对了，厉害，一字不漏。我让你回答问题，你给我背书。我再问你，谁是古典交响乐的革新者？啊，我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懂？可是课本上好像没有这个，王教授。课本上没有的你就不懂了吗？你果然死背书，课本上的理论是死的，可人是活的。就算你把整本的书全背下来又怎么样？全世界的音乐理论那么多，那你是不是要背完全世界的书啊？多动动脑筋，多思考思考。对不起，我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对不起的是你自己。王教授，这个问题我能回答。你是梁诗诗吗？我，当然不是，我是史爱薇。请你坐下，我现在对梁诗诗提问题，不是你。我对不起王教授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除了背书还会多思考的，我一定听从您的话。答案是贝多芬。坐下吧。下个星期全省各大学联合举办一个世纪音乐大学生交流会，请了几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来主讲。哎，我听说马友友要来。明天我再给你们一个测验，要全班及格才有机会参加这次交流会。啊？为什么一定要全班及格才能参加？因为想参加的班级很多，名额有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么重要的交流会必须要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，否则浪费名额。
干嘛呢？我在复习啊。复习？我看你在做梦吧。一定是我不小心睡着了。我看你的这些书呢，都不是用来复习的，是用来做枕头的。阿威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你不是刚回来吗？你的复习做完了，明天要测验的。我早在图书馆看完了，看你这副没精神的样子，笔记我自己抄好了。对了，我现在去逛街，你去去。啊，逛街？去。不行，我还没背完呢。你从下午复习到现在还没复习完呢，给我看看，复习什么呢？天哪，你复习这些题目干嘛？不是王教授说的不能死读一种的吗？他让你不要死读一种，也没有叫你乱七八糟乱读啊。啊，有分别吗？我怎么分不出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好了，我现在在上面给你打一些勾，你就按这些打勾的地方复习，一定可以应付明天考试了。好，别给我。我给你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记住了啊，按照上面打勾的地方复习。我出去了。谢谢阿伟，你对我真好，你真的好厉害呀。你也就是上辈子积的福才会认识我。不跟你说了，走了。真的聪明就是好。怎么了，诗诗？昨天晚上做贼了？我一直复习到天亮都没睡呢。啊，诗诗，你这样可不行。学习重要，可是身体更重要啊。听说你班新来了个教授。啊，你还不知道呢？他们班新来那个教授可厉害了，一进班第一节课就给他们全班来了个下马威，让全班当场考试，不及格还不行。他们现在全班同学都是鬼哭神嚎的，看。把我们的诗诗小姐给吓的，连我都快招架不住那个教授了，更何况是他呢？难怪诗诗这几天精神那么差。哎，那个教授是什么来头啊？谁知道啊？好像听说是顶那个刘教授的吧？这个王教授也太难伺候了。对啊，连我都没有办法。着火了！是，着火了！傻瓜，如烟逗你呢。哎，你昨晚复习怎么样？我都复习完了，可是我现在脑子里头又空空的，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我又白费力气了吧？诗诗，别太紧张了吧，太紧张是不会把书读好的。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现在一想那个王教授，我就觉得好恐怖啊。可是这样下去不行啊，迟早会垮掉的。其实没事儿的。这个王教授啊，也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现在严一些肯定的，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哎，希望如此吧。现在考试，考试时间是30分钟。发下去。
再是那飘摇的尘埃，总是来不及亲吻情感，就被窗外雨水匆匆带走。也许沉默不应该，要往人海的去向沉默。